怎样的时机才可以在期待中相遇？这一刻的心情，若你结成烟雨，将为你情绪一路沿途的风景。我与你是命中注定，是交错的命运，与你的一切联系是神的旨意。我与你是一心同体，是必然定律。可是我爱你，绝对不只是神传递的指令。就孕育了感情，从此所有课题开始产生联系。风雨星体，空气永不停息的潮汐，都在试图证明万物间的吸引力。无论何种言语，通过哪种载体，都在试图拉近彼此间的距离。只要心存目的，就能放大可能性，再微弱的阴影也有碰撞的几率。我和你要怎样的频率才可以牵动彼此呼吸？跟随神的旨意，沿着既定轨迹，与你的相遇就是相遇的旋律。我与你是命中注定，是交错的命运，与你的一切联系是神的旨意。我与你是一心同体，是必然定律。可是我爱你，绝对不只是神传递的指令。交错的命运，与你的一切联系是神的旨意。我与你是一心同体，是必然定律。可是我爱你。